八关斋戒，功德利益。尊敬的诸位法师，慈悲，尊敬的诸位同修，护法大德，慈悲，大家早上好。我们今天又再跟大家聚会一处，最重要的要怎么样把释迦牟尼佛讲经说法49年最特色的就是为我们介绍净土，而劝导我们要信愿持名，老实念佛。这个法门非常难得，今天我们发愿来修行，来修持八关斋戒，证明说我们末法期间的众生善根福德因缘都非常之好，所以我常常在说啊，我们这个生命啊，很短促的，《金刚经》里面所讲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都是无常的。所以默学啊，常常把我们师父上人的教诲，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他老人家劝导我们出家人要学习一切随缘，随缘一切，这样我们生活啊，才能够活得自在。这一句话其实啊很简单，但是啊，有多少人能够做得到？能够活着一切随缘的，10000当中的人找不到一两个。为什么呢？他没有悟出《金刚经》里面所讲的如梦幻泡影，都在变化的，总有一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所以祖师大德常常告诉我们，该什么生时就什么生时。所以今天我们遇到净土，闻到这一句的名号的功德，应该大家要深信不疑，然后发愿坚持来修行。我们雪梨净宗学会的道场就是以这个为本，不求多，
只是求大家要怎么样把佛法应用在世间，在生活，那个才是重要的。我们也不是搞热闹的，不是来拉新土的。我常常原则上常常对我们不管在哪个道场啊，对于干部里面呢、会提醒我们，今天建立这个道场最重要的要以什么样的让这个大家来这个道场有一些东西能够带回家，就是以佛法，经过以佛法的学习，我们才能够懂得什么叫做人生难得，佛法难闻。而我道场以搞热闹为主什么样的人都有，所以很多老同修来问我们法师，现在的年轻人一结婚本来好好的，一结了婚，两个人每天几乎都在吵架，很正常的事情嘛，凡夫嘛，有什么好痛苦的，当作看戏一样，对不对想问大家，两个做夫妻的没有吵架过的请举手。没有，每天都有。所以道场什么样的人都有，两个人坐在一起都会吵架，何况里面有100个人，那就很难避免。那怎么样克服呢？大家一定要以佛法。什么叫做菩提心？菩提心最重要的是又怎么样为大众，为一切众生来服务，这个才是菩提心。菩提心不是在我们在这边坐着念佛诵经，不是的，菩提心又是怎么样落实在生活，对一切事，对一切物，对一切人，处事待人接物，你们的心态是以什么样的心态？如果今天你是自私自利的，那不是菩提心所以我们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看一切人是好人，唯独自己的就是凡夫，所以一切的境界都是好的，没有坏的。这个修行的根本就是在这里，希望大家好好用功。我们今天受万观斋戒的最重要的不在形式，最重要要怎么样把佛陀为我们把这个八关斋戒对于在家居士的修持，那个才是重要。那八关斋戒为什么我们要发愿？因为我们的习气太重了。这个八关斋戒内容就是讲我们的习性为什么现在我们的习性这么难克服呢？因为这个习气无量劫以来生生世世到现在我们还很难以克服。释迦牟尼佛明白这个道理，所以让我们在家居士有因缘，有这个机会来学习，
把这个八关斋戒啊，作为我们日常生活里面处事待人接物，记得万般将不去呀，唯有业随身。能够带得走的啊，我们要分秒必争；带不走的，一切随缘就好了。尽心尽力啊，为大众，为自己啊，一切随缘。我们能够活得自在，今天人怎么样对待我们，我们在社会在工作上遇到种种的逆境啊，能够随缘就好了。孔老夫子说的三人行必有我师，世界上啊都是好人，他们都是我们的老师，怎么样当做老师呢？那个才是看我们自己的功夫了。希望大家好好借这个因缘，好好认真来学习，记得万般将不去，唯有业随身。能够带得走的，我们要分秒必争，好好认真学习，将来啊才会有个很大的成就。十年后二十年后，我们将来希望自己有很大的成就啊，就如同啊中峰国师啊为我们说了一句话：便就今朝成佛去啊，乐邦化祖以贤耻啊，那堪耕欲之胡之啊，观取轮回没了事。我们现在在这个娑婆世界啊，已经轮流了很久了，该回家了。回哪里呢？回我们的老家。我们的老家在哪里？在极乐净土，那个才是真正我们的老家。所以在这里记得刚才师父讲的，一切随缘，随缘一切，这样才能够活得自在哦。因为啊在这个世界将来都带不走的这个八关斋戒我会简单跟大家来重复也不耽误大家的时间，因为等一下要跟大家来学习讲地藏菩萨本愿经。这个八关斋戒最重要的就是我们佛为我们说出来的，因为人的习性是无量劫以来生生世世啊带到现在，那要怎么样来克服呢？用持戒。所以过去有人问我们师父上人：师父啊，每一天连持哪条戒啊？出家人比丘共有250条，那我们每一天持哪条戒呢？你看我们净空老和尚啊，师父上人非常有智慧，我的戒只有一条，哪一条？信愿持名，老实念佛，就是以这一句名号作为所有的戒律，
当作我们修行的为主。但是这一句话不是那么容易懂啊。啊，有人问你啊，你今天持什么样的戒？我持阿弥陀佛。人家问你怎么说呢？反正修法是讲的，我只有一条戒，只有阿弥陀佛。那修法是从哪里来的？从印尼。在哪里讲经？在雪梨净宗协会。你不要害我的啊，我只是跟你们分享啊。哦，这个是有人问啊，老师父您持哪一条戒？我就是这一句阿弥陀佛。如果你以事实上我们来看这一条戒的话，你就明白他老人家的道理。那这八条戒啊，只是一种总结，其实这里面的内容讲的就是无量啊。我们有八万四千的烦恼，归纳起来剩下的就是三条，把身、口、意三业，整个身体的内容，我们讲的这八条里面呢，几乎都是讲我们的习气啊。所以这个习气就是我们讲的习性，跟我们本来的本性啊。啊，像那个六祖慧能大师所讲的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啊。本来都没有的，心本来是清净的，那为什么变成这个样子呢？因为环境的问题。现在环境的污染呢非常的严重，再加上末法期间的众生不信因果这个理念，所以什么事情呢，你想一想，一个人不相信因果，古人讲事后忌惮，什么事情都敢做出来。所以这八条里面最重要的啊，告诉我们就是能够过不时，这个他的主见能够过不时啊，是最好的，因为他的具体就是在这里。那为什么释迦牟尼佛说过不时作为一个具体呢？这个有很深的道理。你们想一想，我们每天日常生活里面，我们的心为什么不清净了？跟这个过不时有关系吗？非常有关系。这个过不时就是提醒我们的欲望，人的欲望啊，越降低烦恼越少，而欲望越低啊，烦恼越轻，智慧越开。所以从这一条里面它有很深的道理啊，不是简单我们说啊，我今天受八关斋戒，我过不时啊。最重要的就是他的精神，为什么我要过不时，就是要把我们的欲望啊，我们这个欲望啊，如果不克服啊，古人讲的好啊，所以如果这一条，如果我们比如说不方便啊，生病啊，或者有一些障碍的，那怎么办啊？没关系，可以开源，只要不是因为我们为了自己的欲望，但是因为身体的障碍需要吃药，需要一点食物啊，那个没关系，
开源啊。然后最重要的还有一条呢，就是不淫欲啊。这一条其实啊，我们如果雪梨净宗协会有自己的道场啊，大家住在一起那是最好的。为什么？在道场啊，心比较清净，回到家里啊，事情就多了，杂事也多了，眼睛所看到的，耳朵所听到的啊，看待一切人有时会影响我们的修养。其实啊，如果有这个道场能够跟大家聚为一处，那是最好的。但是偏偏现在我们道场没有啊，租这个学校啊，对面有个小房子啊，我们希望啊回去做一个功课。什么功课呢？回向给雪梨净宗协会，赶快把这个道场建起来。哦，总有一天呢、啊，我们能够聚会一处啊！不要等一下住在这边啊，明天在李家，后天在张家。哦，如果有一个地方的固定啊，啊，多好，对不对？我们呢、啊，大家啊，同参道友，一起来学习，住在一起，好好来持戒。只有这一句名号。除了这句名号，其他的事情都不干我的事，多好啊！哦，但是现在事实啊，就是在眼前，没有啊。我也等很多年了，我来这边已经至少已经七八九年了吧，到现在都还没建起来。你看我们墨尔本啊，都建好了，大家都已经在用功了。但是没关系，慢有慢的好啊，对不对？哦，快有快的不好啊，因为什么？哎呀，道场一建起来，没有好好规划哦，本来是菩萨变成罗刹，一罗刹了哦，就很麻烦。所以啊，我们的眼睛到一个道场，记得不要已经看人家，与那个人不好。这个人不好啊，每天来到道场看着这个干部不好，那个总干事不好啊，不要这样的，真的好麻烦啊，这个眼睛不看也不行啊，但是你把它看得不好呢啊，就是不好的。所以一个磁场啊，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的心啊。你看西方极乐世界不是为我们在弥陀经告诉我们吗？诸善善人聚会一处，那我们是不是属于善人了？哦，这个看自己了。所以常常啊，遇到啊这个佛堂里面啊一些事情啊啊很复杂，就是因为我们看待一切人，就是一切人都是比我们不好，我们是最好的。其实你把它反过来，一切众生他是菩萨，我唯独我自己是一个凡夫，事情就解决了啊。夫妻也是一样啊，你在团体里面也是一样，你每天看人家的不是，每一天问题就来了。如果你常常看人家的好处，事情就解决了。佛法的好处就是在这里，要看人家的好处，不要看人家的坏处啊。所以希望你们回家每天做功课，回向给我们雪梨净宗协会。因为我到现在每天回向啊，都没有好的，没有个好的消息。哦，希望明年哦啊，政府批准啊，这个道场赶快建起来啊，大家来护持。希望啊，我们一用借这个道场来弘法利生，这个就是我们净宗协会作为
最大的标准，以弘法教义的精神落实在生活，这个就是我们雪梨净宗学会的原则上啊。所以这一条不淫欲啊，释迦牟尼佛为什么要制定这一条？因为这一条跟五戒里面的内容是不一样的啊。五戒是不邪淫，这个不淫欲，连夫妻的正淫都不可以的。能够是以事上来说，那以理上来讲的呢，连动一个念头都不可以的。所以你看我们出家人要修持持戒啊，非常难。为什么？每天就是要跟大家聚会。所以我现在在我自己的道场啊，是有一个规矩，这个规矩啊，就是对尼僧来到我们的道场啊，穿衣服不可以乱来，因为我们的道场很多大学生嘛，有一些这些啊穿的衣服哦很不礼貌。所以制定这一条就是要克服预防，因为现在环境啊诱惑太严重啊，如果我们要小心谨慎啊，一堕落啊那就很难了。所以戒律啊很重要，你有戒律啊就等于保护别人也保护自己。所以这一条呢最重要，如果我们想要摄持这一条八关斋戒该怎么办？家里有太太有老公，我该怎么办呢？啊，这个要用我们的智慧了啦，哦，用我们的智慧怎么样去解决啊？如果今天我们的先生不学佛该怎么办？那个用你的智慧了。这个事情我无法讲太多啊，你们的智慧怎么解决？那以你们的智慧去处理哦。我在这边呢，不要讲太多。最重要的，夫妻的关系哦，这一条就是告诉我们一定要注意掉啊。不歌舞作业香漫图财，不做高广大床，这些是简单。释迦牟尼佛为什么要制定这一条呢？目的啊就是让我们的欲望，我们这个欲望啊随着我们这个环境啊会影响我们对这个世间的留念啊无能的方向。你看现在世间多少人因为着自己的欲望产生多少造的罪业。所以这一条不但叫我们有一些世间啊化妆品啊有一些剩下尘啊等等的，或者我们在床上睡觉的有一些要注意的一项，那我们一定要留意。佛法在心上啊，最重要的在这两条里面就是告诉我们能够克服我们的欲望，那今天我们修行啊就才能够得到自在。好，这八关斋戒，这八条：不杀生，不驼道，不虚狂语，不饮诸酒啊，这个已经跟大家以前啊上一次啊已经跟大家简单报告了。
希望大家有空好好学习，坚持对疑，不杀生，不偷盗，不淫欲，不虚狂语，不饮诸酒，不歌舞作业，香漫图财，不坐高广大床，不非世事。那就把这八条里面日常生活以今天作为我们修行的标准啊，如果大家能够有一条就持一条，有能两条就持两条，尽心尽力来修持这个八关斋戒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我今天跟大家报告到这里，希望大家好好用功。我们要以《弥陀经》内容的经典告诉我们，诸善善人聚会一处，要怎么样标准的善男子善女人呢？就是以这八条。所以能够受持八关斋戒的功德不可思议的，你能够一日一夜清净在受这个八关斋戒，你就是胜在无量寿佛国，你就是一个很大的功德，胜过你在西方极乐世界受持这个戒律、哦、希望大家好好用功。最重要的，发观斋戒不重在形式、哦、不重在形式啊。今天跟大家报告到这里，希望大家好好用功，好好念佛，谢谢大家，阿弥陀佛。